小静，你饿不饿？我饿了，去买点饭团吃吧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老板，我要一个饭团。小梧桐，等一下，我听我们班里的同学说，最近沙滩隧道里有可怕的东西。小伙伴们需要狗头保护，不然小幽灵又来找你了。小静，你刚刚看到有什么东西飞过去没有？没有呀，就像这样咻咻咻的一下，好害怕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快发狗头保护，不然都不能好好睡觉了。赶紧睡觉，做个好梦。下次不能晚上出去玩了，好害怕。有了小可爱们的狗头，我不害怕了。晚安。